好，我是薇薇。明天6月25号的星座运势到底如何？赶快提醒你，有三个星座运势非常旺盛，在这边要恭喜你了。首先要恭喜你有羊座的朋友桃花大开，左右逢源哦。金牛座的朋友也不赖，在财富方面有难得的灵感。而至于双子座的朋友，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，而且也都非常的不错哦。不过三星座运势弱一点，在这边要留心了。天秤座的朋友要特别小心，在约会的时候要观察对方。天蝎座朋友要特别注意在感情上的一些小风波，射手座的朋友呢，在情感上很容易跌跤，这方面要特别留意哦。另外，朋友星座幸运数字和颜色在这边提醒你，火象朋友是红色系，最佳数字是3；土象朋友是蓝色系，最佳数字是6；风象星座朋友是绿色系，最佳数字是8；而至于水象星座朋友是黑色系，最佳幸运数字是9哦。